第二個要分享的繩子就叫做 Anchor Hitch， 就是首先拿條繩啦，穿過個豆袋度，再穿多一次，跟住咧穿第二次之後咧，就兜個條主繩打直嗰條啦。咁兜完之後咧，喺個繩頭度整一個 loop， 就穿過頭先豆袋個圈隔離嗰兩個圈度，繩圈度，跟住咧拉翻實去。咁點解咧？就係掹個繩頭。一掹就会松啦，打多次啦。首先咧，攞个绳头穿过圈啦，再穿第二下，穿完两下之后咧，就兜过一条主绳后面，跟住整一个 loop， 穿过嗰两个圈，拉翻紧。